中型航母，但其技术和现有航母规模与美军存在太大的差距，而航母的建造和维护花费十分惊人。中国不如将有限的资源投入核潜艇或者反舰弹道飞弹，这可能帮助中国快速对消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优势。KRS Facebook Messenger WhatsApp WeChat Line SNS